好，那怎么说，第一章节就这么结束了吗？又要开船啊，又要开船。哎，上面怎么就又有一把枪？这他妈可以刷枪了。哎，我怎么吃不到啊？妈的！等会儿。好了吧。哎，刚才有个加血在哪？啊，算不管了，走。啊，这里。哎，你爷爷的够了啊。好了，居然还有电台。开门了，然后又要去这边吗？这上面没有显示那玩意儿。哎呦，还是不舍得把它丢下。我看看，哦，他让我上这边这个船，啊，又多一把枪。那这个是先甩船，甩船上啊，不是船上，我操！怎么就他妈闯了嘛？我靠！然后估计我们要上去开这边。这个倒是轻松啊，一下就搬起来了。你们真是没看见我。他身上有狙击枪，你看见没？啊，菊花一刀，这里，但瞄准镜呢？被你给吃了。楼上还有一个，妈，你看到我不知道开枪啊，你个智障。你看他消音器太大吧，把瞄准器前面那个给挡了，你说他怎么瞄呢？一般都好，我们走上面进来了。妈的，元首都养了些什么兵呢？
在这里。啊，未解锁，他是要我去找个什么东西啊？这里。啊，搜刮一空，搜刮一空。哎呀，是强行要求我必须下来。哎呀妈的，就被发现了。来来，顺便试一下刚才那个枪。哎，这是个啥枪？是这样的啊。呵呵。看到那提示了，在这里。哎呦，把这些金鸟能摸摸一下。哎呀！你是在逗我吗？走了这么远，好不容易的。这像是个矿洞啊。不能走，我们走上面。还能隔挡啊。啊，喊个鸡毛。哦，我是这就被发现了，这应该是个榴弹发射器。这就被你发现了，哥的威力是不是很大呀？手握大屌啊！靠！我等会儿，我看这走哪儿啊？看来只有走这儿。真是个矿洞啊！蠢货！到这儿能干嘛？哇，这个地形好复杂呀。上来，妈的，好，拿满了，拿满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打了个喷嚏。
还有人，你们要小心。因为他们也不会发现尸体嘛，而且没有定期的无线电询问嘛。你说是二不二？有看到我在哪儿吗？应该是没有的。哎不不不，操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哟哟，牛逼了啊，牛逼了！加了瞄准镜了，就它这个里面，它很多武器啊，它是需要你自己去收集配件的。啊，不然你是用不了那个功能。说明去不了，我们去下面。这枪口径很大呀。哎，真的上头啊。为什么非要逼我嘛？等会儿我研究一下现在要去哪儿。好，现在找到路了，就是我们不是开了两个门吗？这边这个一直没过来，然后也没有船能过来，所以现在我们是只有想办法自己游过来。然后这里面有一条路，也简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。看到这个嘛，那就知道了。因为那个门它始终打不开，那我们只有找其他地方进去。这个有点难对付的。我操！这么狠！
它是散弹枪啊，有点狠呢、啊。我为什么？哎呦，拿到了，拿到那个喷子了。逼我！啊，另一个。啊，这就给这个门打开了吗？开门了，开门了！妈的！哎呦，狗日的还炸我！哎，看来不能开镜啊，开镜不靠谱啊。关于一开始得先换狙击枪，把那个装甲比较厚实那个散弹喷子给干掉。啊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会发生什么？啊，会开门。哎呀，你妹的！